现在我们到了传说中的二奶巷，然后这里今天圣诞节，大多有一些都关门了。现在那边的店铺都已经关门了，这也是我估计是放圣诞节假期啊。啊，这一间比较亮的二奶冰水，我要逛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待在街里，这里有照相了啊。可能是卖衣服的二奶巷衣服衣橱。刚才来这边哈，也不知道东南西北的，我抓到几个小妹，然后问他们这里哪里好，然后特色的，他们说这里晚上大概八九点钟人会多一些。我们可能是来的有点早，现在才六点，因为这边都比较热的，然后晚上要太阳落山了之后，大家凉爽了之后才能出来溜达玩，我觉得是这样子吧。然后小妹跟我说这边有一间什么雪花啤酒，我也没具体知道，然后所以说要去看一下。有些你看都不开门了哦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，然后对于全世界的经济都有影响，马来西亚也是受害者之一。现在一千多重的东马加西马的。哦，这吃什么呢？喜欢呀，真美，可以介绍我。这是吃汉堡的是吧？这吃汉堡的，我们要先去看看啤酒。好吃吗？你什么？二奶打。打什么？我不认识哦。打什么炉是吗？打扁炉。那是一个字好吗？扁瓦炉吗？这扁瓦是一个字好不好？我媳妇儿也不认字。这个是繁体字，但是我媳妇儿两个字，她给读成三个字了。扁瓦炉。没有，这不是，这一个圆滑对吗？新圆滑。啊？新圆滑跟圆滑一样。这里雪花啤酒，它可能是中国的雪花啤酒吧。看一下，这间应该是很好的，都是排档形式的。然后这边的屋子都比较小，然后吃东西我感觉应该都是打包形式的。然后呢，像这种哈，我觉得已经很少了，在这边，因为现在疫情关系嘛，要保持距离。木木加萨琪玛，我好久没吃萨琪玛了，我都不懂它萨琪玛是什么样子的。明白的。这个菜单都有中英文的，然后这个 S 是小的 ，B 是中的 ，L 是大的。理论上这个不太贵哦，就是虽然是旅游的地方，然后也是比较接近于普通吃饭的地方，都差不多的，我觉得。那边有鸡啊，这个。它倒快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应该再来一杯是吧？那是别个杯吗？你装了哈。别那个杯。是的，我给倒容易了。他给到你个杯哦，等一下倒出来。他给到你个杯。给到你个杯。啊，我自己。他刚才给我了个杯，这个叫雪花啤酒，因为在中国雪花啤酒是一个牌子，这里的雪花啤酒是个样子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叫什么酒？啤酒啊，啤酒，我还不知道啤酒名字叫什么。School 啊，这是 School 啤酒啊。现在 OK 哥倒了，行了。他怎么倒？好像你们都这么多了。您帮我倒了，您帮我倒，然后我直接我看着倒了。OK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OK， thank you。 多少钱？20块。这个是雪花的概念，他们这个样子是雪花，应该是冰的杯子，然后拿出来直接倒酒，然后我要先尝一下。慢了。是喝花还是喝酒呢？鞋子，这个雪花确实是，
样子的感觉，喝嘴里面冰冰的感觉，吃雪的感觉啊，我能感受来是雪。这个雪花呢确实挺爽啊，就是感觉冰冰凉凉的味道。然后呢在我们中国或者我们东北来说，我们喜欢喝这个酒的，一般木耳是不喜欢喝的，但是他这里感觉是拿冰杯倒出来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一般木耳哈都会等它消掉然后再喝这个酒。这老板呢，我跟他说，老板我这个没拍到，直接还有老板又送了我一个杯子让我再拍一遍。这里的东西价格还算可以的，一会儿看一下菜是怎么样的。马来西亚吃东西都是小小份的小盘的，这一个大瓶呢能倒两杯，我们这个大瓶好像是600吧，是600的吗媳妇儿？啊，640，这是640，15.5这一瓶马币。这个是铁板羊肉小份的，我们点了九样菜，每个都是尝一下是什么味道的。这个小份呢，这个盘子的三分之一，这个里我觉得上菜只不过是盘子大而已。我妈他们饭量不够，比较少，我的饭量比较大，我比较能造。我妈怕我点的多了吃不了。我来帮。这个是炒鸵鸟肉的，我是第一次吃，不知道什么样子。这个是宫保鸵鸟肉，然后他们都不敢吃了，怕吃死了。我不怕，我先替他们试试有没有毒。那个我媳妇问我什么味道，然后呢我用陈佩斯的一句话，羊好热，没感觉，我一两粒不香，好吃，这个味道不错，一两粒不香，好味道，就吃肉的感觉。嘿，火溜肉，妈，这个是羊肉，这个 OK 的，这个我爸牙口可以，这个他们做的比较嫩的，这个是羊肉，那羊肉我觉得我爸咬不动，这个是鸵鸟，这个有一点辣，这个它有放辣椒，这个是加菲波来的，这个汉古鸡，这个菜是中的，菜是中的，好大分没？这里叫油麦菜，但我不知道中国叫什么，长得跟大头菜似的，圆白菜似的，这个就是炸鱼皮，都是嚼的。买菲瑞什么？这个是。苏东奶油，奶油苏东，对，一会儿尝一下，这是什么鱼片？鱼片，这是妈咪鱼片，妈咪，什么味道的？尝一下，这是甜甜的，甜甜的，不用管。总结一下这上的菜，这个鸵鸟肉，宫保鸵鸟肉比较好的微辣，然后呢比较嫩，缺点呢这个羊肉。一般，因为它筋比较多，我觉得它不是正经羊肉的，就是不正经的，它就搞的羊腿肉。因为他们这里来的羊肉都是那种冷冻的羊肉，不是那种鲜羊肉，一包一包的那种。然后特别特色的，这个鱼皮炸得很酥脆的，也很好吃。真的有。前面呢，有奶油苏冬，奶油苏冬也很好的。还有这个鱼片，妈咪鱼片，这是马来西亚。妈妈鱼片，小吃，特色的菜。妈妈，哇，好吃。我们是点了七份小份的菜，然后呢，一个炒米粉，然后一个米饭。它米饭是1.5一碗，我们都点的小的。它这个是菜金是147，然后10块钱是6%的消费税，然后呢，一共185，这里没有服务费。然后我们就开吃了。就是这个羊肉是。不理想，因为它有筋，它是带骨有筋的，其他的都很好。